又让跑男火了一把，然后烽火佳人热巴却宣布退出跑男，不再接受跑男节目组盛情邀请。 Baby 忙着产假，热巴加入跑男后暴增千万粉丝，跑男团曾去了一个湖南乡村参加活动，现在观众看到热巴看到自己意中人一样，全场沸腾。热巴首现身机场，穿着绿色皮草，网友猜测热巴早已经受够了 Baby 排挤。鹿晗关晓彤公布恋情后，这对 CP